现在新娘到了，在那上面，现在我看不到。这边都是他们家族的。我们穿彝族服装来接新娘。该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春后的一场戏，牵着海面中充满了回忆，让人伤感又美丽。现在把它堆进家里面。说什么是非呀，反正一切都已过去，生活总是给人与他的失望，你要再次拾起勇敢。因为天气太冷了，他们就把那边的干的那个柴火再烧一下，然后就烤火在那里。这家都上面往吃崩啊，俺干了。阿哥，不要打架。那让你享受到的。生活总是给人与太多失望，你要再次拾起勇敢。刚吃完饭，这新娘要坐车回去了，然后下午还要回来。现在我们要去接新娘。现在到乐约这边了，新娘他们呢是昭觉县城里面的。你说你会时常想起，我们走过来了五辆车，开始出发了。在前面那辆车呢，是就是嫂子他们坐的，就是婚车。看这些车都是跟我们一起来的，然后后面还有。到昭觉县城了，然后去他们家现在。这边的风景好好看。现在到这个昭觉的安置点了，然后他们家呢在好像在那上面，我们现在要进去了。现在到了，刚刚呢在新娘家吃了顿饭就回来了，然后新娘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然后她在我们那边待上几天再回他家。现在我们就回去了，到家了。刚才离开，然后就没有回大家。中充满了回忆，帮忙做一下饭，然后一会儿新娘他们要过来。现在他们呢都坐在这里等新娘来，因为新娘他们还没有到，只能等他们来了才让客人先吃饭，然后他们呢都还没有吃饭。新娘他们还没有来，所以他们首先跳下舞。现在到了，我们去吃。
下雨了。你说你昨天太黑了，有点看不到。在新娘上。哦，过来吃了。